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袂啦，心情拢袂歹吼，等下要转去啊。今天这安尼三天落来吼，会艰苦无？好笑诶！啊，迄袂艰苦，我无一只伫坐，我伫坐楼口啊，讲好足艰苦诶。是虽然是还袂感觉讲度日如年啊吼。但是我跟你讲吼，你甲你想，你坐伫遮吼，你我都昨暗有听人讲吼，坐到脚掌背挡袂牢，这甲学生同款啦吼。但是我相信讲，你经过这三天吼，你转去，你会晓看报纸，啊嘛看有报纸。第一，即摆报纸吼，你甲注意看吼，那写台湾的吼，你甲提掉，甲换中华民国。啊！若写中华民国，你甲换台湾，啊就对啊。譬如，因为即摆中华民国，即媒体拢安那，拢咧甲伊吐槽啊。若歹的拢是台湾，啊若好的拢是伊中华民国，啊多颠倒。譬如讲，台湾又与某某地方的国家断交，哦啊，看了足伤心的。台湾当时甲人建交过。是啥物啊？是流亡中华民国，搁甲某某国家断交啦。所以你以前看报纸，你看足伤心，你今仔也要看报纸以后，你就很快乐，因为安尼中华民国搁无啦，就再见。台湾退出联合国，对唔对？绝对唔对嘛！啊，你即摆来搁讲对吼，你就咧无采取三公啦。是中华民国蒋介石迄个集团退出联合国啊？台湾当时加入联合国没有嘛？啊，所以呢，甲你讲要重返联合国啊，迄绝对骗的嘛！你都唔捌入去，你变啊重返？啊，要加入联合国，有一这小可有道理，但是联合国这是后边迄个叫做啥国家嘛？啊，台湾唔是国家嘛？所以台湾要加入联合国有可能无？无可能嘛！你做白工嘛？有个人讲好，有个人足热心的呢。当年我捐几啊十万吼，予人去纽约去佚佗，佮倒转来吼，免去佚佗。以前我就甲你讲答案：中共打压，吼、哦，就会就好。当年嘛去中共打压，佮倒转来。所以才有遮尔啊济人吼。台湾人吼戆到袂白上呢，你若要开十几万吼，不如对咱去日本吼三万五尔尔呢，啊，佫讲看到天龙，对唔对？所以吼各位，你今日就是这个所在，你唔通想讲两天的课、三天的课，我两节课，安尼就讲好，我已经拢知影，我甲你考哦，目睭起起来，绝对袂当偷看，目睭起起来。啊，我有看你，你看我呢，目睭爱起起来，眼睛闭上啦。我问你问题啊，嘿，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搁一摆啊，嘿，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你举手。你目睭闭紧看麦，好，手放下。你搁听我讲哦，希尔顿饭店是住伫希尔饭店的人的。希尔顿饭店是住伫希尔顿饭店的人的，即句若对，你举手。你啊看，你有自私无？这三天的仇恨吼，白相的啦。台湾上的，不是台湾人的呢。啊，我哩甲你上课，甲你讲日俗美战是啥物人的？日本天皇啊，你袂记？你讲日本天皇，甲我等你边啊？马关条约较清楚啊，你不要看马关条约吗？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是政治语言、政治魔术，你给你骗啊！因为人讲哦，哦，安尼阵拢遮尔爱台湾，我给你拍一个标题，讲台湾是台湾的台湾，加油！你的所有权证伫倒？所以各位啊，你也知影台湾人可怜就这点。台湾人摕中华民国护照出去的时阵，以前大家拢唔知影，包括我，去
欧洲、去东南亚，叫你另外排队，是安那？唔是国家嘛？啊，那唔是国家，当然伊用唔是国家的标准给你看待嘛。你到 passport 内底，还佫钱50块美金，还是100块美金，啊，即要给你转呢？迄个时阵，你敢有想过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所以你若讲到今日为止，你直接上过课，你还佫你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哦，你这个课白上的啦。安有清楚无？你若来无来上课，你绝对唔知影嘛。刚才看到报纸，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所有权证伫倒。你若讲你住的厝，你有所有权证，你要讲迄间厝是你的，你若要证明，你都要摕你的所有权证出来，安尼迄间厝你的。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歹势吼，台湾这块土地唔是你的。嘛不是台湾人的，是日本天皇的。啊，日本天皇的，在1895年，那不是这块土地，那不是大清皇帝会当管的土地，伊就无资格将台湾这块土地挂予日本天皇嘛。啊，国际法有讲啊，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袂当割让。你若讲是殖民地，就会当割让。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全世界国家无超过60个国家，今日几个？194个。迄拢是因为殖民地脱离伊的宗主国啊，独立起来。啊，所以有真侪台湾人，包括即个读国际法的，拢无去研究战争法，那用普通国际法。来解释台湾的地位啊，干来当解释60%。啊，拄到的问题行未通，啊，若行未通，要安那？你来看咱台湾这所有读国际法，这所谓的独派、台独联盟这，拄到未通的安那？转弯，自动转弯。哦，台湾因为经过民主选举，经过总统选举，已经逐渐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听不通，领导哪种开始？你有几个囡仔，哪拢用投票的？讲领导买单宣布讲是独立的国家呢？但是话讲倒转来，蒙特维多公约啊，开会迄当阵有一个决定啊，伊讲四种条件哪拢有的所在啊？对，当宣布讲伊是国家，人民、政府、土地、加外交权，那一个所在，一个集体的所在，有这四项物件会当宣布国家。但是这个蒙特维多公约哦，有缺点呐、啊，什么缺点？伊无讲到讲占领中的领土怎么办？占领中。台湾今日这块土地叫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权国，还在占领中啊。但是是委托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所以是美军迄当时1945年到的时阵啊，美军去中国。将遐中国的解放军啊接入来台湾，来接受日军的投降。投降这两字啊，在国际法的内底啊，是代表 nothing， 没有代表任何意义。投降没有任何意义。投降典礼迄一天开始，是变作友善期的占领。迄当阵是已经和平啊，但是要阁占领哦。战争要结束，要安怎？那照战争法内底，美国最高法院1853年有一个判例，叫做 Close 对 Harrison 的判例。伊讲，和平条约生效，无代表军事政府结束。
军事政府若要结束，都要美国的参议院通过相当的法条，或者美国总统宣布。你看看，伊拉克前两天啊，奥巴马宣布结束占领，有啊，撤军，又宣布了结束占领。阿富汗也是同款，所有经过战争的所在，那美国人跟人相战，不管是美国还是对一个国家都同款。现在战争法有一个问题啊，因真侪战争法内底现准是拢规定讲入去、出来 ，in and out。问题是拢无讲哦，这个 in 啊，入去这个将占领、被占领国家内底啊，爱做啥物代志无讲啊。我绝对敢讲，我是国际战争法的专家啦。因为无讲，所以呢，我嘛伫开始讲入去以后爱安怎处理。我想讲要来写册，啊来伫全世界发表，因为美国嘛接踢着铁棒啊，去甲占领，啊伊拉克的人反抗。其实战争法有讲，伊撤军有条件的，对当地老百姓已经安定，伊就一定爱撤军。但你若不爱互伊，你若不爱互伊较早撤，要互伊较早撤军啊，你就免甲抵抗。伊安那讲，你就爱照安尼，伊占领者嘛。但是伊袂当违反人权啊，占领袂当移转主权，这是咱今日伫遮受训，大兴爱记的这点：占领、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什么是移转主权？例如改变你的语言，蒋介石入来。讲台语是无标，诶、欸，这个无水准，都爱讲伊个北京语，伊家己北京语都袂晓讲，浙江话，伊嘛方言啊。所以伊老老早早就一直想要将台湾并吞啊。其实这个并吞这个观念啊，是伫1830年、1840年迄个时阵，拿破仑以后啊，欧洲个国家啊，在这个1904年迄当中创一个叫做。海牙第四公约专门讲这个战争占领的代志。战争法内底没有打赢打输 ，win lose 没有。干了什么物件？征服 conquer 征服者才有占领的权利。会记得一点。啊，奇怪嘞，中华民国今嘛几百啊是安怎？中华民国都无打台湾啊？战争法有讲。伊会当委托第二个国家来占领，这是今日中华民国伫台湾。但是中华民国伫台湾，经过咱台湾民政府去甲告、去甲抗议啊，伊开始有改变。伊改变啥物物件？足明显的一个所在，因为真侪人讲啊，我拢无看到美军呢。占领不一定要你看到美军呢，安怎讲？好比讲伊拉克这个地区，美军宣布，什么人的飞机拢袂当甲飞过，啊，若飞过，我要甲你拍落来。迄个领空啊，有占领无？有啊，你唔敢去飞吗？迄个伊占领，啊，你敢有看到飞机？无啊。所以这个占领，诶，这个名词。就是说占领者随时在几个小时之内，伊会当派部队到现场，迄种叫做占领。美国有表演占领给咱看呢，八八水灾，直升机，伫塞迄个驾驶，美军的驾驶，其实迄个直升机来去创啥？伊讲来钓迄个山猫啊，山猫你知影？挖土机啊，钓两只，拢钓唔着所在。你其实唔是去钓，是你互你台湾人知影讲，我在这里，伊阁甲你指的背章互你看，橡皮屋啊，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迄就你甲你台湾人讲，我在这里，我随时要来都可以。哎、啊，像中共嘛讲要入来台湾，你唔知有看到迄报纸有无？他有可能？无可能啦、啊！我甲你保证，绝对无可能啦、啊。美国从有历史以来到今日，唔捌将伊家己的占领的土地啊交予第三者，没有，从来没有过。伊嘛无可能将台湾交予中共。更何况最近这两年，中国宣布讲我要和平崛起，希腊人讲我要返回亚洲，伊要返来亚洲。我问你咧，美国伫亚洲有啥物基地？有啥物土地无？没有啊，敢若普天间基地啊。台湾是个占领区啊，也返来台湾啊。甲你讲啊，遮明，啊你到外口台湾人阁袂晓看。迄一天 KC-135 加油机啊，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是比74机搁较大只呢。停落来，讲载一个红婴啊，讲要送去日本的医院，各位，台湾的病院啊，比日本啊，袂较歹啦。啊，你大拢相信啊？哦，很有人道呢吼。为着一个红婴啊，塞一只，这个叫做 KC-135， 迄其实是安那，后壁讲对四只的，迄个叫做救护车，后壁搁一个巴士，规巴士的人，迄是你甲你台湾人讲，我要到台湾，任何时刻，任何人都会到台湾，咱后壁，咱这个。中央会馆后边迄块地，咱要起一个直升机场，啊，无代无志起直升机是要创啥？美军要用嘛？遮尔啊简单，啊，即摆在哦，即摆看看，刚刚有一天啊，直升机降落来，才讲，哦，有影就对咧。美国做出一个代志，做一个代志，你还阁拢无看到咧？中华民国因为那个抗议啊。你叫我去做兵是不对呢，占领者袂当找到百姓去做兵呢。美国喊咱是为敌呢，这是世界大战，咱的敌人是啥？是美国人啊！什么人来轰炸台湾？美日狗啊！所以你唔通想讲美国人对你真好呢，美国人对中国人真好，无唔对，但是对台湾人是足歹的呢，尤其是国务院。当然啦，国防部一旦甲俄了，即摆拢含咱食好啦。甚至若请咱去参加海军之友，第七舰队的司令出来，含咱有六个人见面。当然啦，咱是报纸，伫咱的媒体顶端啊，敢若公布四个人，还佫两个人袂当公布。毋是安尼尔呢？恁敢无注意？中华民国叫咱做兵，我甲美国讲，安尼奥巴马我要甲你告。跳两年前啊，一年前伊宣布啦，中华民国的部队的国徽啊，迄车轮牌迄个国徽有啊，摕掉啊，你知影无？你知影你举手啊看，报纸嘛有啊，报纸截图片你拢无伫看啊，啊，即摆都见拜托你含咱遮的学员伫边讲，哪有迄个代志？啊，你家己去看就知影，你有看无？那国徽拢摕掉，你看，谁来摕掉？我跟你讲哦，国务院公布哦，伊讲恐怖组织啊，三个条件叫做恐怖组织。第一个，在当地征兵，因为迄、那个即摆去互拍死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海山也好啦，另外迄个像啥像。哎，啊，不是格当会啦，迄胡旭远他，啊，宾拉登啦，嗯，我那熊熊，台湾这么失败，宾拉登在当地阿富汗啊征兵，叫人去做兵，强迫的，中华民国嘛是强迫叫人去做兵呢，你讲无啊，有诶欢欢喜喜做诶，无奈着，因为你若无去做兵啊呐，你还乖啊。敢有欢喜去做兵？
哪有欢喜的，后摆拢无爱陪你，你家己欢喜啊。我也是无欢喜啊，我先讲啊，我爱陪较济。叫咱去做兵，第二点，有武器，这个武器上袂好耶，美国啊。美国讲，我照台湾关系法卖给中华民国武器，我讲你稍等嘞。台湾关系法，坦白讲啊，这美国偷吃步啦。台湾关系法内底无讲爱卖武器啦，伊在咧用的字是啥 ？Make available， 还是用 provide？ 但是 provide 跟 make available 意思是讲吼，中华民国开菜单，美国看讲，会使，我供应给你。不是美国主动卖给你武器啦，你看美国人有干巧无？真正足干巧的呢。我甲讲哦，啊你卖武器对啦，但是我台湾人纳税啦，你也拢行。所以美国即马对咱这个组织吼，又爱又恨啦。啥呢？啥呢爱？吼、哦，台湾真简单，有一个法律基础，我就推我转来。啊，恨是啥物嘛？你爱赔，遐军费退倒转来哦，吼！咱看规世人拢免做代志，我一定要甲做好到，好唔？无拍破坏，无爱分互你。第三点，当地征兵啊，搁即个也做，即个卖武器，这两点拢是。恐怖组织的现象，中华民国是不是有符合美国国防部所规？美国国务院所规定的这些恐怖组织？有啊，哈哈哈哈呢！所以真差不多要到两年前啊，我伫美国要甲告吼，吼，伊就下令啊。咱即嘛免做兵，你知？2014年，马英九讲哦，免做兵啊，用这募兵制。募兵制嘛袂使哩，他有讲叫占领区的老百姓去做兵的，募兵嘛袂使呢。伊想讲我唔捌，我足捌嘞，不可以，武器袂当卖。伊讲啊，我武器无卖啊，恁中国要甲恁拍恁啊，迄恁兜的代志，你要来徛卫兵啊。所以咱的港口一律租予美军，好唔？我甲你讲啊。你敢若讲好，你就讲呢。中华民国用咱的基地啊，有付钱无？美国若用咱的基地爱钱无？啊，像咱中华民国免，咱退啦，咱袂晓去争取啦。你来占领我这个所在，你用我的任何物件，一针一线，歹势哦，拢纳钱哈。所以美国吼、哦，看到咱这个组织行到要害，我吼，你那钱，大行拢钱。欸、啊！阮以前税金一粒，你拢袂讲，阮即马一个月赚无20000块呢。所以吼、哦，戏愈来愈好看。但是我无要求恁做啥物工课，恁干呐？转去以后较教话咧，爱教话啦。啊，好嘛，袂要紧啦。啊，若讲会听听，讲袂听，莫插伊啦。后摆伊就吼，扩扩张啦。美军若入来就扩扩张，张去恁兜诶。啊！你安排我来受问一下，你讲无啦？旅长拢排满啊啦！我是讲实在，你们人讲这笑话呢？我是讲实在哦。你拢唔捌受过这款的训练，要跟美国谈判，啥物人要跟你谈啊？这里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家己相信啊。谢长廷就是安尼去予美国甲拍枪，我讲拍枪意思，毋是讲真正甲拍枪啊。美国无信任，不信任他，因为过去台湾人所受的教育，拢行了扯去啊。台湾伫1895年《马关条约》，日本人讲《下关条约》迄个时阵，是皇帝对皇帝。这块土地挂予日本去啊！钓鱼台、神卡谷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嘛是同款伫马关条约时阵挂予日本。
落尾啊，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即、這个琉球包括新加坡钓鱼台，交予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美国伫1970年的时阵，开始予只琉球甲伊周边的一寡群岛开始兴予日本。咱以前读的时，甲咱讲公投，有无？你袂记啊？甲咱讲公投啊，没有公投啦，啥人没有公投？占领，我免听你的话诶。所以同款，台湾美国爱听你的话无 ？No， 伊无免听你的。啊，你若无啊，你若无往里面啊，搁占嘛？啊，你有法度占无？你绝对无法度占。这占领就是安尼，但是占领是毋是就爱做人的媳妇啊？去甲伊欺负，袂使哩。咱来读册，我用国际法对付你。国际法是啥？是你定的嘛？美国制定的战争法，美国甲其他国家所制定的战争法，你就照战争法来对我就对啊嘛。你要罚人权嘛？咱来争取。2006年10月24日，为着这個，我去高雄去选举，招228个去告美国。真好，得到真好的结论，四个。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美国的行政单位要来帮忙这些原告，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所以，11月26日，去年啦，让咱台湾民政府成立内阁。民政府啊，你袂当讲我要用台湾国政府会使吧 ？No， 台湾临时政府会使吧 ？No， 四轻轻就是台湾民政府，本来咱是叫台湾平民政府啦，四无。其实这个四无吼，你若要翻作汉文，讲平民政府也可以，还是平民事务政府，还是事务政府也可以啦。若要美国跟咱参详。自从到国以后，美国乖乖呢，三四个单位拢飞来台湾呢。因为我都不爱出国啊，伊叫我讲，你若要来美国，甲阮讲，我都无护照啊。伊讲你若无护照，我咪是中华民国的人啊。所以这边咱150个要去日本，我嘛袂当去啊，因为我无护照啊。啊，美国伊即嘛知影，伊知影我伫算啥，就笑个。啊，我们谈啦，我们来想办法啦。啊！若想办法，我若得到护照哦，各位拢总有啊啦，好唔好啊？欸，我头脑袂歹呢吼。但是爱较委屈嘞，哦，啊是台湾大呢。我讲我去关一只呢，政治炼狱。啊，但是哦，我去关甲算欢喜来的。啊，不过吼，吼，伫遮哩受训哦，要训练这4000个，我是头阿毛会烧诶。啊，毋是干呐我一个啦，咱个总理啦吼，咱个议长啦吼，咱只州长啦，咱个副主席啦，咱个教务长啊，会逐个拢对嘞呢。所以吼，早起来讲吼，拢非常遐，甲因拍手一下看见。真正吼，阮伫遮哩艰苦吼，拢无人知。啊，阮毋是有薪水个呢，毋是讲美国哩发薪水互我呢。没有呢，拢食家己呢，食家己唔啦哦。这边要去日本哦，要帮忙迄个原住民，因为原住民他们讲哦，生活都很困难啊。啊，咱要去跳迄个勇士舞啦，要去建国神社要跳。哦，日本人足正经的呢，哈，原住民来高沙族讲是啊，你听到高沙族哦，哎，脚尾拢硬，啊，伊无钱免啊。来来来来，所有的干部来来集合决策委员会，将出一班，不是刚刚出了一班尔。今日我那真欢喜吼，今日咱的迄个议长的太太我那是现场呢，有真好的太太的支持哈，先生叫我都做工贵啦，我无跟你骗啦，对不对？搁再加鼓励一下，议长啊嘛是足辛苦的呢。我若去演讲哦，全台湾拢对，伊拢对呢。我有当吼，感觉讲，哎，啊，你会
那艰苦吼，无即个卖去。哎、欸，我无代志，我无代志。啊，阮出去坐车食便当，阮拢食便当尔啦，拢开家己的呢。你毋通想讲你交五千块呢？五千块你是带一只共带两颔仔食人十顿吼？五千块是有够俗啦，对不对啊？对。这实在上啊，啊，所以咱伊讲甲咱讲，也许是诈骗集团 TVBS。伊讲伊有造化就芳啊，伊讲也许是、啊，所以也许是你就巴头较高啊。我讲你也许是啊，啊，所以报两摆就无呀。我讲你哦，加报几摆啊？因为哦，咱去宣传哦有困难呢。即马听到台湾民众拢惊甲要死，迄政府两字甲伊提掉，哎、欸，内政部迄个文音来有无？有好有好好哩无？内政部迄个文音无？拜托诶，加准备发到台。中华民国内政部甲咱讲啊，我们不是非法组织呢。所以你惊啥？内政部讲的啊，不是非法组织啊。啊，那不是非法，就是什么？合法组织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虽然 TVB 是保安，啊嘛是安尼，逐期咱愈报愈侪人啊。咱即摆去日本，我甲你讲哦，惊天动地啦。可惜你有诶，你一只吼80%-90%拢无去啦。即边去吼，你是正港伫台湾历史顶悬哦留名，所以甲大家讲吼，你爱揸迄个照相机去，爱去翕。啊，若有一天你的囡仔你讲的时阵啊，哼，恁阿公啊，当时吼、啊、是替恁争取台湾的啦，安尼对不对？对。真的啦。啊，所以这句话我就袂当讲啊，因为我无去啊。啊是噶，不过恁来替我讲安尼么？哦。哎、欸，讲话要慎微呢，唔当做死鬼派啊。搁讲倒转来吼。因为我要讲论，迄个咱台湾地位论述吼，我是建议讲，恁即马差不多拢有买迄本啊，做《新台湾论》。啊，若无你去迄个网店去看。啊，所以我讲一寡较现准时发生的代志，来互各位证明。可比讲，即马就要选举啊，搁一个月，对不对？大家会烦恼无？会烦恼无？未烦恼，嘿，好奇怪呢。我跟你讲啊，中南部绝对拢在咧烦恼，甲我讲吼，啊，那迄个骂一条要安怎？我讲哦，骂那条吼好代志，啊那小英条搁较歹，啊那安尼？我跟你讲，小英那条吼，我跟你保证，伊绝对派人来甲咱讲，啊，平平拢台湾人，你嘛骂安尼，互伊小做咧啦。淡水变的时阵嘛是同款啊，咱的论述是淡水变的时候已经发现啊。啊，嘛是人甲你讲啊，啊，别别，互台湾人做啦，比互遐底下做较好啦。但是台湾做，你甲看，李登辉台湾人是毋是？13年，陈水扁几年？8年，21年连续拢是台湾人伫做总统啦，做伊中华民国总统，毋是台湾总统，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啦，有效无？民主退步，独立的退步，逐项拢退。所以你甲看，小英那条会足凄惨的，我甲你讲，但好佳哉伊袂调。你也知影，我甲你讲，你毋通看迄面条啦，迄种做好看的啦，你毋相信哦？你甲看中南部啦，开始买票啦，一票3000-5000呢，伊无甲你讲转哦，马英九呢，我先3000互你，我5000互你。选举前两天，徐文静摕阮兜，你莫去甲我等。伊知影你是跌个啊，伊讲你莫去甲我等，安尼就好啊。啊，伊个投票部队还袂转来呢，开始转来了。足侪中国人，住伫离开台湾，住伫美国遐个人啊，拢坐飞机免钱个呢。我有同学。我以前读建中的同学啊，即马足侪拢伫美国啊，一年通天从来毋捌看到伊啦，一选举就看到伊。啊，你为什么回来那么贵？那不用钱的啊，住一个月啊，投票就好啊。所以各位，
我无要求各位讲你卖去投票，我再讲一摆，你家己做半团，但是黑熊总队的队员，迄八十个是强迫袂当去投票，咱的干部袂当去投票，咱拒绝中华民国体制。咱若要学波罗的海三小国啊，波罗的海三小国啊，迄当阵是予苏联占领，苏联嘛替伊办选举呢，要民主选举啊，苏联支持反候选人予伊出来啊，去投票，因拢抵制，无甲三成出来投啦，全世界甲讲迄无算，伊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民政府出来办，家己办。投票九成九，安尼全世界拢个声音，含苏联都个声音。人因有迄种志气，啊，台湾人够有迄个勇气。台湾人哦，真巧，啊，真聪明，但是拢互即个巧甲聪明耽误着，拢干人，差不多拢戴迄个近视个目镜啦。有就好，现主持就好，五百块、三千块，偌济拢无要紧。很提就很爽，啊！其他有林志正恁去处理啊。今天嘛，你真侪人就是安尼心理啊。大家拢死死的，无要紧，卖死病倒倒。台湾人心态，你若甲伊讲叫伊卖去投票哦，哦，夭寿啊，家人甲你牵啊，我甲你讲。所以我定你讲，讲会通会通，啊，若讲未通，卖阁讲。我跟你讲，迄朋友的友情卖好变哩，敢那家己鼓励讲，你去看网站，啊无拜托你买册啦，送伊看啦，借伊就好啦。啊，你甲讲啊，你看了我要甲你考试哦，你就用我甲你讲迄句，台湾是台湾人，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我甲你讲，啊不是假话，迄是报纸拢安尼写，啊民进党安尼讲啊，你有看到这句话嘛？对不对？唔是我是乌因的。现在开始日本哦，去日本在演讲那里都用我这句话做开单了，现在日本这样一个听他就说，哦，原来这句话有隐藏危机在里面啦。所以日本人开始，现在开始啊，那一天哦，顶礼拜而已，咱的先遣部队要去靖国神社，咱安排真妥当哦。先遣部队先去，甲遐参议员、众议员演讲，甲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伊拢讲对呢。啊，台湾是啥个？中华民国。各位，演讲者一个甲讲，台湾今日是日本天皇的。大家都吹啊，开啊，哈！我那拢唔知。阿公甲个问讲，啊，恁知影下关条约无？马关条约，你爱讲下关条约，因日本人是叫做下关呐。迄、那个所在咱翻译叫做马关呐，是用下关条约。你知影下关条约无？拢知影，爱去摕下关条约看。下关条约，大清大皇帝和日本天皇签订合约。我若甲你签合约，我讲这个物件是属你的，已经是登记伫啥物人的名下，你的名下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所以，咱拢照法律来。所以到今日为止，日本人开始恍然大悟。所以这边二十去日本的时候呢，咱有150个，日本有400几个人要来机场甲你迎接，就听到咱的演讲，伊嘛着惊呢，伊讲安尼咱这样合作。免怀疑哦，阁过哦。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公布诏书有啊。1937年4月1日皇民化，啊，了公布诏书，公布诏书，同一天，日本还阁有一个法律咯。日本天皇有对应啊，这就是法律第34号。法律第34号安那规定，台湾会当派3名的参议员，5名的众议员。啊，日本时代有派无？有，嘛有派。当然战争以后，却结束去，各国
民政府要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甲宣布咧。啊，所以今日礼拜十八，今日咱有拜托一个人，甲日本天皇非常非常的好诶，每一礼拜拢去皇宫诶，摕咱即马分互恁看诶，迄本内底给日本天皇诶一个书信。迄、那个书信咱本来用毛笔字哦，吼，写几啊工写甲足水诶，无想着讲，迄人甲恁讲吼，免啦，我甲天皇足好诶啦，迄本摕来就好啦，我规本拢互伊啦。各位，日本天皇即马看看，二三伊就出来接见咱，只要他挥挥手就好啊。台湾自治我同意，我甲配音嘛。啊！你无怀疑台湾自治吗？国际法，因为日本现主席的宪法啊，叫做和平宪法。这个和平宪法啊，将日本天皇的要表示的权利啊剥夺，但是无甲伊剥夺，讲伊会当摇摇诶挥挥手还是点点头。所以啊，咱就照国际法。其实我甲你讲吼，这不是我搞，是美国甲我改啦。美国讲，我讲安那害啊！啊，即摆台湾是日本的，哦，伊伫挥手，伊讲我同意啦，你们台湾自治啦。今日啊，伊判边，我烦恼一个，吼、哦，害啊，害啊，害啊！啊，那你犯是即摆，啊，讲要出年啊，迄日刚犯的，迄要出年，佫发烧啦，我害啊，害啊，害啊！哎、欸，好佳哉，踢波比，甲今日赶快，今日日头出来呢。啊，我甲你讲，二十加即个二十，即五天啊，日本好天啊！日本也驚一個，日本人說喔，喂，這麼多年來喔，我們真少拄到Christmas好天好天到這種型的呢。我說當然嘛，台灣39,100的英靈在裡面在保庇啦，我們來得太慢了啦。所以喔，當然咱這本裡面是寫寫，有很多都寫日文啦，但是這個日文喔，在漢文在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網站上都有漢文，你自己去看、哦、這大家在寫什麼東西，你們可以去做比較。今天你們兩個人一直很愛聽說台灣的地位，但是台灣的地位很深的啦，真的很深的啦。所以你如果沒有讀這個戰爭法、哦、你要將台灣的地位說清楚很困難，很困難。你用普通的國際法根本就讲未通，爱用间接法，你就足通诶。所以呢，咱这个民政府这干部，咱大家冇伫开会伫讲吼，是毋是爱找一间大学吼去开课，要开战争法的课？坦白讲啊，三军大学吼，我敲电话给我，中华民国三军大学敲电话给我，我当场来拒绝。我讲你，诶、欸，我听讲无歹呢。我去甲你教战争法 ，no。啊，伊讲啊，无你有通介绍买啥物册？我买我的册就好啊。我的册内底有啊，但是我甲你讲啊，无遐简单嘞。我的电脑内底还佫有两本还袂出版，因为我唔敢一摆拢出版。你若一摆拢出版哦，你就爱回去。所以有真侪人哦，是因为去上课，你愈后壁愈来上课的吼。我若讲一寡较深的，你就听无去啊。但是你要有慧根呐、啊，你就爱不同时对这有一寡小块块了解。啊，我一讲你就通啊。你像一般有真侪人，第二世界大战，什么人来轰炸台湾？美国。哎、欸，足侪人甲我讲日本的。我去台中坐计程车，吼、哦，偌大声嘞！我是日本的啦，我若支持蔡英文。三年间轰炸日本啊，八年抗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人将咱台湾人当作日本人去甲咱分呢，到今日为止还搁咧甲你分呢，占领就还甲你分啊。伊即要占领台湾，上届开始是啥物人？你知毋知？麦克阿瑟。因为咱台湾人哦，甲麦克阿瑟啊，巴结足大个。
拢奇怪，我都无看麦克斯给台湾人扒，你有看无？有啦，我甲你讲，伊突袭珍珠港的港一天啊。迄当阵呢，台北的当地时间是12月8号啦。12月8号的时阵啊，为咱的高雄的机场啊，零式战斗机啊出动100几架，去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迄当阵的司令就是麦克阿瑟，将伊空军基地内底足扫甲清气清气，一架飞机拢无留，全军覆灭。麦克瑟这人，这个一生内底上界大个侮辱，是咱台湾人予伊个啦。所以麦克瑟对台湾人无好啦，伊是对台湾人较好，对宋美龄较好啦。我都唔知伊甲伊什么款个关系，不过相信结论真好，因为含宋美龄真好，所以全对迄个蒋介石好。安尼就妥妥啊！啊，台湾人真正妥妥啊！啊，所以伊个起一条麦克阿瑟公路有无？迄条要甲废掉，要甲换杜勒斯公路。安尼拍手，你敢不知影杜勒斯啥物人？杜勒斯啊，你唔知你拍手？阿妹阿伯，我讲林志胜公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杜勒斯哈，就是。下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人啊，这人替咱台湾做有够侪工作。这人去日本的时阵哦，迄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要签的以前啊，前三天哦，发表一篇的迄个文章，足大篇的啦。伊当时甲全世界讲，日本还阁有琉球的剩余主权呢、啊。我把伫网顶有将迄篇文章甲摕出来，剩余主权我甲画一个线，互大家看。台湾的地位甲琉球安那一模一样。日本那要阁对琉球有剩余主权，日本对台湾就有剩余主权啊。啊，这个剩余主权，伊是讲甲模糊，实际上是讲啥？日本天皇要阁有所有权。啊，所以伊讲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 日本迄个日本是啥？日本政府哦。啊，有人讲啊，那是讲是日本政府，无定是讲日本的 emperor 皇帝啊，歹势。当时去签迄个投降书的人是日本的外交部的部长，叫做丛光葵。丛光葵身份，伊公布是伊代表日本天皇加日本政府两个身份呢、啊。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体制是有天皇和有首相，首相就代表政府，所以天皇是天皇，政府是政府，政府放弃不代表说天皇放弃，国际化这么清楚、啊、所以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台湾这些国际化都不认真、啊、我们台湾都贪便宜、啊、都贪汉文，因为汉文很简单嘛，啊，看英文哦，大家看拢会惊。日本人嘛同款嘞。迄天外务省的人派人来找我，我就嘛讲，你感觉日本人哪？我讲你日本推阿面，你讲什么时阵来推阿面？我讲你英文都不要翻译嘞，伊唔敢讲。日本人哦，伊英文哦，甲咱现主席在读国际化，在中国来翻译啊，差不多白水准啊。你甲看第二条，迄发出来。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二条 ，Japan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那 A L L 后边一个要照道理来讲，是不是要加 S 复数？哇，你读过英文吗 ？A L L 全部有无？那个 right 后边呐，啊加什么 S 对不对？无加呢，无加呢，啊无加，所以这个吉田茂在1963年呐、啊。出一本册，伊讲 The War in Japan， 我日本无放弃台湾主权，干那放弃主权权利，啊，这句话问题呢？主权权利，啊，若有主权权利，相对是啥？主权义务嘛。伊干那放弃主权权利，要有主权义务呢，就是剩余主权啦。啊，我若讲到日本天皇1945年4月7日公布诏书，说台湾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的土地。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人不服气啊！我细汉就读讲是
殖民地啊，安内方向，互你甲我讲，迄是国土。我甲你讲，我摕证明互你看。1947年2月2日，意大利和平条约，意大利有参战，你知不知道？意大利甲迄个德国甲日本叫啥？叫做轴心国，对不对？23条啊，以下啥？意大利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甲日本的放弃无同款呢。日本的放弃三项有啊 ，right title and claim 就是主张啦。啊，意大利干啦，放弃两个，放弃 right 甲 title。啊，是安内兼迄个 claim。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啊，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要将迄个 claim 给放弃，管理权给放弃。各位，咱无黑白讲呢，拢是照国际法，各项都照国际法来讲。咱甲入迄个美国的国防部，甲伊讲遮，伊拢唔敢甲咱变呢。即马含美国啊。现在对伊拉克对南海啊的问题要跟我们请教呢。希拉瑞有发表吗？他说南海这些问题，台湾也是包括南海里面的，要用国际法解决。中国也不服气啊，中国说 用历史事实啊，如果要用历史事实啊，会好受啊，全世界都是中国的了，敢有可能？美国都唔敢讲吼，以武力听人家讲，伊都唔敢讲占领代表并吞呢。啊，若讲占领会当并吞吼，啊，美国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拢是美国的土地的。伊奈甲你拍，啊，就爱走，伊奈就走。国际法讲你要离开，占领不移转主权。啊，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蔡英文讲，但是就地合法伊不爱甲你讲。啊，所以这边。伊伫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的选举的时阵啊，伊去互马英九甲笑甲吐槽，伊讲：“你蔡英文讲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你现在认为你还在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惊到那古矮，那唔敢甲回答。爱做总统爱甲遮尼啊狠，流亡总统有啥物好做的？流亡政府的总统有什么好当呢？我问你呢。问题是这样啦，我是认为啦，为着50块的算的啦，一票50块啦，为着50块，啊，这个50块的算，啊，台湾人吃苦，安尼敢有理？但是吼。我若讲要伫台湾来发动，甲台湾人拢拒绝选举吼，我看我嘴须拢白去了。只有用一种方法尔，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啊，你来这里上课，你唔知用你们为什么来？法理啊，用过的啦。啊，若过会当建哦，我会创世界纪录。当然啦、啊，我袂记得讲含国语名拢写你内底来，安尼嘛是世界纪录啦，唔免用刀，唔免用枪。有个人就是讲，咱要去革命呢，我对，我要革命，但是我没有用刀枪呢，用华丽啦，华丽就是啊，摕别人的拳头帽去征召使啦，摕上个拳头帽，美国啦。嘿，你制定的法律，你唔免遵守吗？爱不？甲鼓励一下。不过咱听人讲吼，美国已经真配合啊，配合甲，因为有真侪代志，我知影，但我袂当讲，因为这种在传播嘛吼。但你放心啦，我林某某会当徛伫遮，小等咱的总理会当徛伫遮，咱的议长会当徛伫遮，过去。真正不是三天两天呢，真的呢。上无吼，你不能讲22届尔呢，
原住民要六届呢，大学生有三届呢，三十几届啊呢，阮安好无缺呢。啊，恁一家嘛放心，无人会去甲你找。阮才特别分迄张因中华民国内政部的迄个公文互你看。所以若有人讲哦，我知影在座作为我有，我拢含故意伫困，我知影。都会讲哦，啊，朋友拢甲讲哦，你敢去哦？好，你会去用掠去啊？摕这张我看。你中华民国内政部讲啥？不是非法组织，谁来袂当去？TVBS 公安可能是诈骗集团，我讲他太小看我了，我诈骗一千块，诈骗五千块，他真的是太小看我了，我会当告密公安来就诈骗五千块。咱的身份证十二月三十一听好清楚，对不对？搞十二月三十一号上午十点要在咱家发放学员。啊，我甲各位讲啊，已经寄到位了，在我手上。十二月三十一号，学员，拍谁哦？恁学员哈、啊，要交一千块钱。啊，那非学员还是申请，好、欸，诶，迄个身份证诶，食饭钱啊，交五百块，但是交五百块，甲一千块，啊，拢无半项物件，大家一定讲会开始干嘛？是不是诈骗集团？所以因为安呢，咱这干部决定送你一粒徽章，这粒徽章五百块呢。这吼未新鲜的啦哈，你放心哈，未新鲜的啦。因为吼，你做的时候我特别甲讲，我这若新鲜哦，代表我民政府新鲜哦，我绝对甲你追究的哦。因为我你放心，甲你做足贵的，未新鲜。啊，这你要拍手才对啊。啊，这点吼、哦、非常的好呢。这边去日本吼、哦，阮大家拢要戴在帽子上面，戴在帽子上面，而且西装阁包别一个。啊，大家拢落底啊，戴两粒，一粒吧，哦，一粒，两粒。哎，你是笑啥？因为有日本真好的朋友吼、哦。那来跟你讲的时阵你会当甲提起来送给他。我跟你讲，日本人有一个个性，真歹的个性。伊若接受你的礼物哦，他会还给你呢。你所以你免烦恼啦，你袂了钱啦。阿妈、啊，我讲哦，因为即摆天气哦不哩冷啦吼，所以我今日课呢要提早三十分钟，啊马上呢总理要来做结业式，因为恁的国旗收到啊，表示恁毕业啊。我阁甲各位拜托，恁摕了迄个国旗吼、哦，你爱挂，啊挂你唔通用德哥，美国有甲我讲几啊摆，我逐摆来讲，唔通用德哥，所以我有这个专台湾叫你写吼，有影拢无用德哥啦，吼、哦，你会当去买，但是咱迄个老鹰头即马听讲无啊，啊、哦、最后的四五间咪啥物人买去，啊无你就吼、哦，三十一来的时阵吼、哦，啊才有迄个老鹰头啦，啊一支四百。但是即马无啊，我有法度变，这就是咱第二期的学员吼，伊家 copy， 吼、哦，啊 copy 了吼，啊袂互咱。咱即边去日本的时阵吼，拢要摕这个老鹰头。我甲你讲，日本的媒体绝对吼，拢伫看这粒头。这粒头是送互咱，你知毋知？美国的内政部，因为游行拢是有这粒头，啊、哦，拢有这粒头。无你个，你要注意看，伊若伫游行，你较注意看，拢是这粒头。就是这个，这是由美国内政部直接给我们，但是这是金的啦吼，啊恁的不是金的啦，金的足贵的啦，啊嘛无得卖，吼啊，今日呢，因为你我若普通是有伫演讲的时阵，你我来让来听啦吼，你若学员，你若礼拜时啊，若有闲下晡都来听看，拢有上新的报道啦。啊，普通时呢，学员若要倒转来，会使哩。爱交阮同款，爱交三千。啊，毕业的啦，毕业要交三千啦。啊，若来一工就交一千啦。啊，唔通想讲我伫甲你趁钱，也是咱伫趁钱啦。阮真正是拢落底啊去摕钱的啦，绝对无讲有通剩一角银，好通去食甘仔糖啦。含甘仔糖都无得买，我无甲你骗啦。
所以吼、哦，实在是做甲足艰苦，啊嘛是吼、哦，但系我感觉吼、哦，大家拢真快乐咧。啊，我有当下是吼、哦，有知道太多吼、哦，啊有足侪人袂当讲嘛，足艰苦的。啊，欢迎你呢，加一咱了吼，啊慢慢啊背到核心来，啊变变成核心，你也参加嘛，啊参加大家来讨论，参加讨论啊，啊自然有一天就大家嗯，啊这某咪人袂歹呢吼，啊甲邀请伊来进来核心，啊就进来核心啦。啊！你袂当啊激我，哦！你来甲我邀请，歹势我都唔捌你，我免啊甲你邀请，所以爱家己主动啊，要自动要主动啊，跟咱的国籍同款，爱自动主动，但是中华民国甲你集体变为中华民国国籍，迄是违法的。1946年1月10号、12号啊，用公布行政命令，所有整体的台湾人拢变成中华民国国籍，看到鬼的。美国甲日本抗议三摆，到今日为止，他不承认。所以各位，台湾绝对袂无去，台湾绝对有真好的前途。我甲你各位保证，用生命保证，好唔好？谢谢。起立！立正，站立！请坐。起立。立正，徛立，徛坐。啊，彭副主席，咱林秘书长，彭副主长啊，咱议长伫遮，啊，咱迄、那个嘛副主长代表，新立长啊，代表是副主长，啊，甲咱的郭牧师，咱的教育长，以及咱的啊，台湾民政府的。长官、同心啊，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啊，咱秘书长讲了有精彩无？我本来是讲要休困一下吼，倒落来讲听伊足大声啊，说精神啊，拢要困去，较紧起来听哇，遮精彩的物件，实在吼足兴奋，我家己感觉足兴奋。咱的这个发展，咱的民政府的发展，伫去年9月7日以后，哪像用走啊呢？哦，哪像迄款的百米赛跑呢？一直冲起哩，像我今日吼，整个成果看起来非常令人满意，实在是靠姐姐咱这同心，大家努力，才有这款的成果。去年九月七八时，我参郭牧师，拢有去参加华盛顿迄个世纪饭店哦 ，Four Seasons Hotel， 咱的民政府挂牌的庆祝酒会，开心嘛，刚欢乐呢。那这边来，唔知闹亏无？场面这么浩大，这么大的时哦。哇，足精彩啊！我伫美国参加足侪宴会，万不讲一遍的宴会，遮尔好呢。我等下你甲我呢，阮太太甲阮遐囡仔点呢，阮囝讲，哦，世纪饭店这还得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饭店啦、啊！哇，你们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办酒会啊？吼，伊就足了解，因为伊捌伫金华酒店哦，招待国际会议的遮，吼、哦，参一寡兵，一寡因学校的啥遐。学生哦，去做按奶嘛吼，去做迄、那个那像 bus boy 还是讲做 waiter 吼，啊去共迄个国际会议啊，到三工，因为金华酒店就已经足豪华，我听讲世纪饭店是世界上好的饭店呢，咱迄个场面嘛足大诶，啊得到即个各单位行政单位甲咱台湾有关的诶各部门的行政单位拢来参加，所以吼、哦。我回来吼，足兴奋嘞！啊，但是回来嘛烦恼嘞，烦恼啥？啊，迄阵阮核心人物吼，核心人才吼，核心这角色吼，伫台北才几十个尔嘞。吼，啊，中南部较无方便起来开会吼，嘛是几啊十个安尼尔嘞。讲夭寿要甲国民党吼赶走吼，干来客人家哪有可能嘞？我足烦恼嘞。啊，那好不容易伫十一月时吼，讲内阁成立啦，嘛场面足大呢，嘛真好呢吼、喔。
五六十个呢。但是后吼，咱讲要办活动的时，啊，真侪人无来，真侪人无来。啊，来遐人拢惊啥？哎呦，民政府虽然讲去挂一个内阁什么大臣哦，那才参加活动，唔知去有国民党脏伊无呢？过来，甲真拢无看人啊！有一个中华讲敲电话，再三敲电话讲，哎，总理大臣，对不起啊，啊，我一直很忙啊，都没有办法来，我下一次可能会到啊，哦，下一次我们研习员可能会来啊，我后来期待你来，甲真嘛无看人，那个宋先生啊，哦，嘛拢无来呢，哦，啊，咱过去咱嘛有一个农业大臣啊，无看人呢，嘛唔敢来呢，哦，所以吼、哦，各位同心。各位好玩，你的勇气，哦，你的道德勇气，代表咱家己拍破来学路一下。咱对迄个今年开始办演习营以后，哦，一批一批安尼来受训，啊，大概那第三天的时候，就坐到满满，大家拢足有信心的。咱会使讲啥？无米拿出一块过来啊啦！嘿，无米拿出一块过来，这是本领啦。咱无枪，吼、哦，无刀，干来靠一支嘴，甲一个手尔写文章。吼、哦，咱林秘书长徛伫头前，带咱向前行。迄支笔，伊脑筋、脑智尔，这拢是是开创能力啊！这款的开创能力的人才啊，会使讲独一无二。啊！都咱大家冇迄智慧，你若无智慧哦，光破水也袂来啦，嘛惊到要死个呀！哦，所以各位拢有足有智慧个，啊！咱台湾要有救，就要靠大家迄、那个智慧共同来努力，唔是十几岁、五六十岁，还是一百岁、两百岁，咱需要个就是爱足济人才来参与，才好多个代志做完成、做成功。这是咱足兴奋的所在，吼、哦！啊，人嘛足烦恼呢，有当时咱也烦恼呢。即摆即边的先去日本转来，咱一定爱检讨咱的成果伫倒位啊，吼、哦！下一步咱要做啥？另外，足烦恼的啥呢？我头先讲的足烦恼的部分是啥？有一天，真正来讲，好直的讲，又是 MG 入来台湾了啦，讲政权要交予咱了啦，诶，咱准备好未？Are you ready？ 哇，这句话吼足沉重的啦，吼、哦，指尖繁重啊，打袂起呢。哎，咱究竟咱准备好未？请问各位，咱准备好未？好啊，好啊。哦，恁都有信心呢，啊，我足烦恼呢。安尼讲，要接这个政权的时候，要甲台湾做足好，吼、哦，治理要足好，足完善呢。吼、哦，道路莫坎坎坷坷，吼、哦，咱的官员袂使贪污腐化。这何等重大的工程啊！会知啊？咱看这个吴教授，你讲，伊讲这个垃圾可以变黄金，厨余可以变黄金，拜托啥？咱的卫生队啊，哦，清洁环境卫生和环保局啊，是迄个环境卫生的卫生队去收拾迄个厨余来做啥堆肥啊？伊讲无这个心啊，伊唔叮当啊，伊唔叮当啊，无这伊唔叮当啊。干脆甲拼拼掉，啊！提烦恼就消消掉啊！一年560亿都安尼无去啊！吼、哦！啊，我是唔知伊唔知知这件代志无？台北市收起来厨余，拢交予台塑独占事业哦。台塑一共有6个月才会当啥？把迄个厨余变作啥？变作有机肥料啊！啊，有机肥料甲堆甲一公顷、两公顷，种出来菜拢足水个啊，拢唔免农药啊，水果嘛同款啊。但是台塑为了趁钱，伊一个月就拢甲化腐腐，拢啊变作所谓的有机肥。但是你若种菜甲买迄个肥料来种菜时呐，你菜拢有真济糖啊，因为伊要袂完全分解，嘿，迄来做肥料都袂使。我为了要种树啊，我一家家买500包肥料。哈，我的肥料都买不起，这个人哪买500包肥料啊？哦，赶紧来看我种植的所在呢。哦，500包，一手给他订500包，都你卖不出去，讲这个人来订500包，因为我种树啊，唔惊讲伊搁再发芽、再发酵、哦，再分解，最后变成肥料，哦是安尼。
啊，所以吼、哦，伊就讲我会当拍青光节啦，我若要用伊肥拢拍青光节，啊，我只嘛说足水个，啊，足水个吼、哦，无相当人看了就来买去啊，真袂相当哦。啊，所以用途无共款啦，就是讲台塑的肥料，恁唔通买去种菜，干来当种种树啊用。不过我要讲这個就讲，既然政府是保护台塑的利益，咱也在迄个皮尔，迄个罗伊塞尔那个人，迄、那个人，迄、那個、加拿大迄个人啊，魁北克迄个人啊，伊讲要伫台湾推广这个厨余变堆肥。变肥料这个工作是完全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因为台北市是收几下饭店的迄个厨余去做安尼尔，因为啥？伊所有其他这个都迄个环境清洁队所收起来厨余拢送去台塑，这内底唔知偌济政商勾结。啊，若讲了政商勾结，咱就天乌一边。因为中华民国的中国人来到这个所在政商勾结，主。1945年十月二号开始就开始做啊，做啊，这种一直拢在做这個，做到尾啊变成啥？咱的官员，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入去伊迄个政府体制内底，嘛是哦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无一个无咧蹭，真侪单位拢是安尼，烂个呢。所以要推广这个改革非常困难，咱都要对信任改革做起。这信任改革唔是。不是讲像李登辉先生、李登辉总统讲迄个信念个，咱来确确实实就是讲，唔通去物欲来甲伊迷惑去啊。然后伊个物件是无编、无啥、无鞭策个，那是讲你若无改，我来甲你鞭刑，你犯罪我来鞭刑，互你痛个哀叫，互你无法度会食会困去安尼，好食好困，伊就惊。啊，像你若是有真正遵守咱个规矩。哦，真正讲有心要甲咱这个整个政府配合来为民众服务，咱拢家鼓励。哦，上面就是家鼓励，上面你若无要遵照这个法律规定，要违法做代志，要违反你良心做代志，咱就家拍，家鞭策。哦，严重诶，贪污诶，抓到安那，枪杀一条路，枪杀。哦，所以咱绝对无感觉，哦，咱卖有感觉，尽量卖有感觉。哦，也是感觉是真少数啦，因为有诶确实你爱会无期徒刑，甲伊经过，啊，但遐遐小毛病啥吼，拢用鞭刑，绝对都无足侪是差啦。啊，所以吼、哦，这个物件要安那建设落咱台湾吼、哦，变作讲都条条道路拢成一条道路，哦，故意呐塞车就知影讲，你个路啊，特别是石头摆，离开你诶厝，出去到外口，处处拢是危机，处处拢危险。有当时啊，坎坷，你着怎啊去跋落下落？有当时啊，水沟无坎挂吼，啊，只落大雨、落大雨的时，你怎啊想迄条路咧拢平平啊？怎啊驶落去，煞怎落对水沟？吼、哦，定定咧出车祸，为什么车祸这么多？除了咱硬体做了无好以外，咱软体嘛拢足失败，拢是要关节，啊，关节关系的时，变作大家吼无法度好好花来行甲真顺利。这是跟你讲交通而已、哦、啊，你卫生嘛同款，你要伫外口食物件，互你食久，绝对着着感情的，因为无食品检验，上面咱的食品检验是安怎？红包去就合格啊啦，是红包去就合格。内底实是真侪违法物件，超量，什么防腐剂过多，所以囡仔绝对唔能回家饮料，哦，商业的饮料，迄内底足侪防腐剂，真侪囡仔食食，你啊怎啥？伊就足够生裂啊！吼、哦，咱的骨质吼，迄、哦那个骨髓内底就开始长一寡迄款的歹的物件，啊，就够足够生裂，甚至长癌。吼、哦，啊，所以吼、哦，这款的嘛是拢爱改革的。啊，上严重就是咱教育的改革嘛足困难，因为咱50年来去有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安尼，甲咱磨平磨平了吼、哦，你讲要做一个真老实的人，煞足困难。你讲讲实在话，伊说唔相信的，吼、哦，所以吼、哦，除了讲实在足久的，讲啊，这人做人确实有影真实在，无吼真难去互相信赖。所以讲，整个咱的人心已经变去，这個、社会吼、哦，就讲、是、社区意识嘛真淡薄，社区意识嘛足淡薄，互相无相信任，这是叫做 social capital，
哦，社会学家有一个名词叫做社会资本的流失。咱较早毋是安尼，五六十年前的时，我伫庄脚咧生活，我讲哦，大家足少和谐，互相真帮忙，互相真体谅，即款的气氛流失去啊！这是讲社会资本的流失。咱要重建咱的社会，哦，重建咱的文化，这拢真大的工程，毋是三个人、五个人会当来到做。会当来完成的，是爱足济人，300万、500万、3000万、5000万，甚至35000万人，安尼有共同的心，才有法度一步一步改革，完成咱的目标呢。所以得到政权，唔是讲人讲马上得天下，很难马上治天下。你骑马去战，哦，战赢得到天下，但你要治这个天下，唔是遐简单。毛泽东敢无足敖？毛泽东，我嘛足佩服诶。读起可能毛泽东诶传记啊，毛泽东传记啊，嘛足佩服伊足敖诶啊。哦，诗词歌赋啦，这个兵法啦，哦，啊，整个这个领导过程足敖诶啊。对十个人，诶，共产党一直发展甲，会当甲整个中国拢甲占起来，安尼甲国民党拍倒安尼吼，嘛足敖诶啊。但是伊治天下咧。他不懂经济规律，唔知这個经济规律，所以马英九迄个人甲讲，你得爱节约，无人口一直坐起来，甲你的建设的成果拢食了无够，是你变作三峡国家。因为人多好办事，唔免节育，哇，唔免节育的心哦，即块讲十几亿啦，这十几个国家安尼，这里中国大陆安尼，若真正空造土的心，煞足济蚂蚁的就对啦。拢足济蚂蚁，安那啥？你人口侪，你无多好啊！甲教育，这是上基本的。啊，你也无好啊！甲教育先啊，伊迄个观念甲思想，永远都无多脱离中国文化迄个窠臼内底。所以咱现在讲，咱一定无爱中国人来甲咱统治，无爱中国人甲咱领地。因为啥？咱无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我真济年前我就伫一个学术会议讲。300多个人，啊，内底嘛有足侪中国学者，在台湾的中国学者，就是中国流亡难民的后代做学者。我就足大胆讲，希特勒讲哦，讲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哦，迄个张维邦讲，我你就好大哦，我足早也知影，我伫法国读册，我也知影讲希特勒讲这话，但我当然拢唔敢讲这话呢，唔歹势讲呢，因讲的时阵会去有只中国吼，甲咱安怎都安那，讲啊。我也无要注意中国人的官，我也无要注意中国政府的官，我也无要注意中华民国的官。我伫惊啥物？我该当讲啥，我来讲啥。我来讲回听，遐中国学者足未香的，足热就对啦，假热哦。我本来胡润霞拢定请去演讲哦，到尾说总统完全断路去啊，啊，拢无人请我演讲啊。因為我甲呛声，我讲啥？你若是要对台湾爱领地，不如等于中国啦。我甲呛声呢，一个伫胡润霞。伫迄个咱诶四万年一社遐33楼、34楼遐，足贵诶，迄所在伫演讲，讲吼，你若是拢伫即个咧，无生鸡卵干咧放鸡屎吼，恁做咧去外口放鸡屎，毋通到台湾搞放鸡屎，哦，啊够贵吼，参即件代连做伙拢怎啊？演讲诶机会怎啊无去？什么屎啊会啊无啊？胡润霞无，清香会啊无去啊？吼，类似安尼啊。啊，我讲啊，我反正我足侪路通行诶啊。我无去啊演讲，我来政坛同款有收入啊，吼、哦！我来政坛同款会使收入啊，我都安尼做啊。啊，所以吼、哦，我是讲讲读册人真正爱有魄力。读册人所想的，唔是为家己，爱为整个民众、社会、国家。我拢常甲我的囡仔讲，甲我的太太讲，用啊，出教授你敢着遮辛苦，有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吼，无是死啊赢呢，吼、哦！哦，那像我写时都退休啊，啊，都好啊，去种田，啊，嘛是好啊。你哇，过来插这代志呢？哦，啊，插干呢，无闲去啥呢？我走啊，足快乐的，因为我刚看到啥，看到台湾的希望。咱绝对唔通去中国人，把咱污染去。绝对要把中国文化完全对咱台湾改，写个足清气，写个里里里。将来咱讲中文是有趣味人去研究，哦。唔免讲，大家人讲去讲中文，唔免去讲汉语。
中文的文字有趣味的人 去研究去写，哦，这当甲日本啦、啊、甲中国去比赛，这拢也趣味。但是咱将来言语爱用咱本土的这个语言，哦，葫芦话、客家话、原住民话、甲英文、甲英语，这是咱主要的言语。汉语咱真正爱改换掉，因为那甲中国文化一直拢吼水乳交融的时呐，咱台湾的改革完全无可能啦，受益影响太大，完全无得改革，这个人心无法净化。那么看，哦，慈济啦，你做个呢，要安尼净化人心，有可能不？无可能，完全是中国嘛迄套咧做，绝对无可能。所以咱将来是希望讲，咱要有一个决心，全盘西化是咱改革改动起来咯。我过去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足钦佩李敖啊！伊就讲啊，我们要进步，变成一个进步的社会，要变成一个进步的社会，要全盘西化。但是，伊全盘西化的主张，去互相砍落，去互蒋介石个喊者完全吐露露啊！伊用乖出来了啥，唔敢阁讲全盘西化。我一概拄到伫路拄到，哦，我讲李先生，哦，啊你怎么认识我？哦，我以前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你的书都念很多啊，你所有的著作我大家都读了，我很佩服你，行云流水，下笔千文啊，哦，而且你主张全盘西化，我足佩服的啊。因为我现在不谈那个了，我不谈那个了，乖乖出来说，我们刚刚谈全盘西化，哦，啊，伊即摆我回过头来去看下中国文化的时，伊有咧大一统思想啊，所以已经无效啊，已经无效，哦，所以咱唔是中国人。咱无必要去对中国文化遐尼啊最新就对了，哦，咱来家己建立家己咱台湾文化，世界性诶走向世界，不是走向中国，全球化是爱咱走向全球，也不必经过中国化再全球化，咱直接就去全球化，所以吼，讲中国化就是走向全球化的必经之路，这是完全甲咱骗诶，迄是中国人、中国的政策，哦，中华民国的政策甲中国人的政策。你把咱牵对中国那边遐行死路的，所以咱要有觉醒，不是干咱觉醒尔，那么爱咱全台湾的本土台湾人拢完全觉醒，咱要行全球化、欧美化、日本化，不是要中国化，牵牵落去死到中国，不是安尼，咱是希望咱安尼想、安尼做，所以先建立咱个思想体系，我们的思想体系建立起来，那按照咱的思想体系来执行、来做。咱台湾才有可能有救，咱台湾才会变成一个进步的社会，恢复咱早期。咱看1935年，咱办世界博览会，伫台北办世界博览会，咱迄个辉煌的历史，爱来个捡倒转来。哦，啊，咱的人民，大家拢足安尼，会使讲真 gentleman， 真绅士风。哦 ，lady 就是 lady，gentleman 就是 gentleman， 安尼看起来真优雅，真有教养。哦。那想讲，咱战后的时，对8月15日一直到10月25日，有70天的时间，拢无警察，嘛无查啦，嘛无犯罪，无当罪，世界上无当罪。咱公务司咧讲，迄个 silent trade， 哈，宁静的交易。我甲这个物件摕路边讲，我这个要卖偌济，哦，啊，你若到下下的时，你就摕来甲我换，我也免得遐顾。啊，某只对遐贵，讲哦，这我有下用，哎，伊讲要偌济价来，我就摕偌济价来，可能只改交换，拢唔免底下个，唔免了解，我继续去坐船去拍啦，安尼敢无足好？这款的国家，这款的所在，是毋是天堂啊？乐园啊？啊，我一直想哦，哪有遐好的所在咧？原来就是咱台湾，咱台湾一年四季，四季如春啊，物产丰隆。所以咱就是有他吃，因为咱太好过日，所以人煞变成真好做伙，真好做伙个，一结果咧，煞真好中国人骗人来欺负，啊！有人讲路途就甲你骗，骗到即阵要来骗，啊！佫哪骗哪大，骗很大，所以啊，想想下足唔甘愿，哦，啊唔甘愿，中国咱嘛袂使讲，因为唔甘愿，咱就足消极咧，唔甘愿，咱就要呐，培养家己的勇气起来，哦。在咱民运秘书长的带领之下，大家真正来个变动，好不好？所以哦，
我真甘心，真感动。各位，咱各位同心，会使讲放下你应该休困的时间，回对美国转来，啊，有德国转来，哦，咱 Helen 对德国转来，啊，王老师、王先生，哦，啊个王太太，哦，对美国转来，安怎样？要创啥？转来遮，甲大家会者面，啊，要来去日本，要甲日本讲，你来。来甲美国徛做伙，来甲我帮忙，互我台湾会当自立，然后甲你日本建立啥邦联的关系，咱变成真密切的交往，变成一个国家。迄、那个建国是咱来形成邦联，那像这个 Britain 吼、哦、Commonwealth 大不列颠王国呢，吼、哦，我是一个把这个大日本国的一份子，然后共同甲这个发财列岛，改连接起来。哦，其实中国文化侵略咱这个所在，咱已经看到这个环境，一线曙光，马到成功。所以啊，我今日嘛足兴奋，啊嘛烦恼讲咱人才不够，所以希望各位回去，哦，那像咱秘书长讲的，唔通点点无讲话，较搞话，见到朋友就讲，见到朋友就讲，我刚回去足无用的，我去找两个人，我嘛甲讲这代志。伊感觉足兴奋，吼、哦！我两个朋友，我讲我真不便伫这个所在工作，是因为阮二水人食拢面的关系，拢难赢的，吼、哦！啊，过来因为迄个新潮流伫迄个所在，吼、哦，认真足久，啊，所以啊，无就是新潮流的，啊，无就是难赢，所以我足不便开嘴讲话，但我感觉时机差不多啊，所以我就开始，吼、哦，甲两个朋友先提起咱的代志，因感觉足欢喜。我就欢喜，我讲安尼有影，那恁安尼做，确实值得咱来支持，也免去投票啊。吼、哦，各位，咱看到咱的环境，吼、哦，所以大家认真拍拼，大家一起来，谢谢各位，谢谢。起立，立正，起立。